中强联手，更加期待红姐的进步了。12月5日，据媒体报道，全红婵国家队的主管教练人选已经确定，对方便是奥运五金王陈若琳。对于这个组合，红姐的昔日恩师何教练也比较看好，毕竟陈若琳可是十米跳台的王者选手，她曾在世界大赛中保持了双人项目10连冠的好成绩，而且她还是个女生，与红姐能够感同身受，能够更好更方便地帮助红姐度过发育、长高、增重等问题。据悉，早前陈若琳就曾与郭晶晶一起激动追星红姐，后来还说红姐是她的偶像，爱才之心溢于言表。这次二人转变身份成为师徒关系，好期待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，也期待红姐在她的教导下会成长成什么样。陈红婵，广东海地五二五。